等不及了。那个大金刚坐在那里，会不会？不是，那里有一个高利贷啊。有四只哎，还有几？他都一直在从缝隙拿叶拿菜菜出来吃，而且是高丽菜。为什么他这个吃这个也很好吃啊？好笑哦！对，看到没有？他怎么从里面吃东西？他很聪明。那里还有高丽菜？他们已经勾不到了，这菜菜全部勾完了，拿不到。他有些高丽菜。刚好不容易听到我们在动，终于产生了，我拿到了，他吃够了，吃够了换，吃够了，嗯。弟弟，你看他很聪明的，他要给他吃汤，他吃菜菜。哎，怎样？哎，慢速啊，各位，好慢速。为什么？他管理员来的时候就发现叶子都不见了。对，就这样。你管这个，拿菜掉。哎，他们真的把它吃光，让他们吃光。你叫为什么那个眼睛也是？好，你要吃完就走了。想回去。但是都没有食物啦。他们都吃完。他们真的是。他们是生小孩了。嗯，他们真的在等吃饭，等放饭。他们有骨肉。哦，打起来，打起来。高丽菜直接被星星吃掉了。真的、哦？你刚刚有丢到高丽菜进去了？没有。老板拿来高丽菜。那个男子的。